歌神张学友和爱妻罗美薇的17岁女儿 Zoe 张瑶华现在长得越来越漂亮了，异性缘很好。日前踏入青春期的 Zoe 与外籍男模 Masses 祥拥照柳树后也情窦初开，搞得张学友紧张到急速返岗带女澄清恋情，不想女儿早恋，天王父亲唯有出招顶紧爱女。日前下午5时许，穿着短裤的 Zoe 逛街后准备回家，就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等爸爸来接。没过多久，记者就见戴口罩的张学友开着车来接大女儿，看来 Zoe 的行踪被爸爸时把控，异性近身都难。张学友多年来一直很低调，高度保护家人隐私，爱妻和2000斤极少曝光，尤其女儿的样貌几乎成谜。